原标题 BBC 揭秘中国皇帝如何轮流临幸121嫔妃，我们的数学之旅始于埃及、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，但在这些文明衰落之后，西方的数学发展停滞不前。古代中国是一个庞大且不断发展的王国，拥有严格的法律条规、广泛的税收，也有标准性。